漂亮的观景台。缺口就到了，好像车子停在站站，站站下站对，看到刚刚我们拍照的地方吗？会怕哦。哦哦，了解了解。对，我们要走南哦，走边道看风景。来到二号烟馆，好，进去。来，小心哦，它真的有一点斜度。这个就是南亚奇岩，然后这几个人都是黄金人，我们现在走在烟囱人。啊，这里有个山洞哎，难道是黄金洞吗？看到大烟囱了。打烟囱下面休息，来走，从烟囱的后面绕。上来，碰到树就休息。这个芒草林钻了好一阵子，黄金洞在那儿。那是什么人呢？色叶榕，那是要往上爬，还是要往左边走？好，左边，左边，淑华说了算。哈，淑华说了算，左边。黄金洞到了，哎，你看黄沉沉的耶，金洞，哇，真的。大的耶，哇，黄金洞，这个就是漂亮的黄金洞，里面是一个水池。
父亲在这儿。哇哇，每一个人看到的海景都不一样。山壁上竟然有潺潺小流水，一个小小的水池。我们继续上去，然后有人在上面爬山，看到了吗？就是这里，都是人哦，一个山洞。我们这样爬也是很厉害。好酒点嘛红色，酒点，很漂亮了，哇，哦，这个洞也是超美的，超美的耶，哇，好美哦。漂亮的黄金洞，望出去的海岸线，超享受的视野耶！超美的，那里也有好多山友。是这么遥远的地方哦。我们刚刚看到休息的这个烟囱就在这里。这是蓝子岭的那个山，那这个是锯齿林。然后这个就是剑龙人耶、好厉害，好厉害，有一天会来挑战哦。来到观景处，已经走到刚刚就在那里拍照。对，爬上去啦！我也站到上面那个，有吧？通通都有。啊！爬上来了！哇塞，360度哦！
茶壶山，走回来了有没有？好，但是我们很有骨气要去哪里？茶壶山。好，走。陈启明，休息一下下吧。逐渐远目的山景，那块巨岩，有石门的那个巨岩，就在这儿。三角点，看风景，黄金博物馆呐，我们等一下从那边下去啊。对，等一下从那边。对，登上去。他们要上去，要没有没有，他要从这里上去。他们没有从这里。来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哈。这里就是最难的地方了，再来就好了。见龙人就在正前方，啊！回看茶壶山，真是漂亮，哇，超美的康庄大道。这样登上来，碰到一个十字T 字岔路，取右。岔路又到了是吗？直走啊，因为我们要去半屏山啊。回看茶壶山。不小心又征服了一座山了。你的山景海景就在我们的脚下，加油加油！爱心石铺就在这里。见爬见高咯，加油加油哦。还是爬上来哦，是好，你们从爬见龙人过来。那这个是我们刚刚爬上来的路，真的有点陡。哇，好厉害哦，见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啊？哇塞，哇，这风也太大了吧。 premiumbeat.com 到了，到了，草山战备到了，看看就在那里。啊，山
要拍完美照哦。好。好，谢谢哦。哎，你们不是要去搭公车？也是要从这边走呀。好，哦，哦，好，哦。这个是石宇中学。